一项物件呢，都安心肝夹几球，啊，疼丢丢，来个考虑这个，就看咱是不是安尼。啊，这个通，就是相合诸佛之力，相克啦，用相即克哈，即哈相克诸佛之力，合克众生之机，相爱合诸佛老来。一切艰难险险，咱爱照安尼落去做，这叫做合诸佛之力，爱下克众生之机，爱当时众生的需要，你爱给伊，伊需要啥，啊，咱就有法度给伊啥。因为伊你的心内若有物件，伊较欠用的物件，表面的物件无济，但是伊的心内物件咧爱真济，你若有法度适合给伊吼，伊咧一个就解决啦，绝对袂过去迄类。所以叫做下克众生之机，这个学校呢来引的一个咧，像咱老师，迄当阵咧拄好有一个人咧娶新娘，娶新娘吼，好唔足老热咧吼，伊去甲地安尼新娘讲爱咧，就半日浪啊，你看人要放伊煞无？新娘讲爱咧半日浪，人要放伊煞无？哇，规阵的人拢约出来。大细汉拢约出来，夜滚啊，夜扫酒的，夜扫西，一直讲，伊拢唔放，伊就一直走，一直走。但是咧，到一段路了，伊就甲放落来。放落来了后，哇，一时啊，听到安尼，叫一声，原来迄间厝拢装去予山崩，拢山去予山带去啊。你若无用这个办法，哪有法度救走这个人？对不？这叫做下克。众生之机，所以咱众生这么痛苦，咱要用什么方法去甲救？会晓甲倒来救到，这就叫做下克众生之机。你知吼？所以咱就是要用什么办法来度天下这些众生？这就是你若有用有下，你就克众生之机。参像迄当阵啊，叶天书，清朝兵医叶天书啊，伊。做医生啦，哎，一天一个患者来看，他怎么无病呢？他怎么无病？伊讲先生，你无病呢？啊，这无好，我严重嘞哦。讲唔久吼，看那怎么无呢？我无你什么病？伊讲我治着肾病，肾病你知无？无钱病。善病就是无钱病，对吧？既然善病有找医无？无找了医啊！所以唔过咧，迄、那个叶天书咧，伊就甲医啊。伊讲安尼好，你即马开始去捡奶之子，恁家若有空地啊，你拢甲爷爷咧，安尼。伊讲安尼就有啊，伊讲安尼就有啊。我爱就照安尼交代了，就是当时去捡一罐奶子子吼，因炕底啊拢个呀呀呀呀呀呀嘞，即马介奶子子拢出来，拢安尼啊，即马咧开药单，你一定爱去某某所在靠两丛个奶子丛来下药做药引，啊无你接贴啊无，接贴药啊无效，你看人会去无？伊即马若好个人吼，伊就甲迄两丛奶子丛都甲开较悬。那善车人就甲开较低，大家吼，因为迄当阵啊，伊当时咧出名，足出名的嘛，清朝名医，迄逐天去看的人是足济啊，所以安尼伊会善无，连命都有钱啊，安尼就是伊治善病，安尼嘛叫做下克众生之机，但是这无遐简单咧，对呀，所以啊，伊唔则讲一届出去街啊路。出去街仔路佚佗啊吼，但是啊，医生嘛出去散步，唔对啊吼，看到十七八岁姑娘，去甲地上共揽咧，揽咧吼，揽到足硬的哦，揽到硬当当安尼，迄个查某囡仔去互揽着吼，你看安怎，滚量无？一直量，伊骨卡那量，伊嘛量袂出去，因为查甫人去揽查某囡仔，迄无算啥嘛，对吧吼？揽咧都袂叮当，量好出骨全身躯的力嘛是量。遐内底的人厝边隔壁看到这个医生男查囡仔，你看有人帮伊刷无？绝对唔免啦！吼，囡仔就傻讲啊，一直讲，伊嘛忍耐讲啊
安尼吼，啊，就揽咧安尼。啊，男家迄个查某囡仔规身躯哇，安尼白白滴安尼吼，安尼已经迄落啊，直接甲放手，你讲安尼没问题了，有医了。哦，啊，但是已经伤痕累累了，所以唔则讲哦，有当时啊，咱嘛是安尼，咱要去度人，爱时间无，哎吼，啊有当时啊，若要迄落咧，你若看讲一个单主要度一个人来求道，伊就爱买经过，爱创啥好，爱开真侪钱呢，对不？哦，有当时啊，请计程车好坐，你看会无？会啊，所以这拢叫做客客众生之机啦。哦，所以这叫做通，脑通的人就是安尼。哦，你为着做好代志，不管任何牺牲，拢在所不惜，安尼就是通。哦，啊，看咱即马有通无？看咱即马讲，哎，无无无，哦，去度人爱安怎？哦，安怎安怎？啊，有当时啊去度人，搁互吓，安是安怎？啊，损失遮济，我何苦咧？那安尼就无通啊。安尼你就要还没有通，安尼知吼，所以唔得讲，咱的心爱通，吼唔得讲，说通即心通，如日出虚空，参像日头出伫迄个大虚空世界内底，真自在，吼、哦。所以这叫做形界相应，形，吼、哦、有做界，就是捌学者，学者会界啊，对无？学者你甲问伊，逐项拢捌啦，叫做界嘛，吼、哦。所以你。行甲解拢总捌，安尼你就是一个真圆满的修道人。安尼知吼，行解拢总捌，安尼就是说通即心通，如日出虚空。知吼，好，再下去。啊，咱结义内底咧，就是了结还故乡。因为咧，人生啊，吼，来到这个世间。人与人的中间，免不了拢有一挂心结，有无？有没有心结？呀，人讲心有千千结，有吗？嗯，就看咱家己吼。所以啊，啊，好学即马就来因着这个尼姑的心结啊、哦，这个尼姑啦，尼姑就是尼姑吼，就是比丘尼啦，吼、哦，伊的心结，伊有啥物心结？因为咧，有一个游方和尚，游方和尚吼，伊安尼到处拢出去佚，出去念遐、住遐、念遐、住遐，迄叫做游方和尚啦。伊一天咧，去到一个尼姑庵，哦，迄、那个尼姑庵伫个市面咧吼，啊，那来来往往车水马龙，人真济啦，香火真旺盛。伊就是讲，哦，安尼我来遮，入来甲看卖啊咧。游方和尚就是安尼嘛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就入去了后，啊。尼姑庵当然嘛是尼姑你做主持对吧？哦，你入去哇，看到迄个尼姑，迄尼姑咧，看到伊入来，无该拜，因为较早吼，你要去讲挂单拢爱去拜主持嘛，对吧？伊无甲拜，哦，伊迄个入去到遐无拜迄个主持啦，哦，迄个尼姑就甲讲啊，你是安怎喊乜道理？入来那也无爱甲拜，那也无甲拜啦，哦。啊，这个游方和尚讲，因为这个咱佛家咧有规定，比丘不拜比丘尼，比丘就是和尚，比丘尼就是尼姑。讲和尚将来勿拜尼，未用去拜尼姑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尼师咧，伊就讲，嗯，啊，你修道修噶男女相要分则真，有男女相无？和尚十波的嘛，啊。这个尼姑查某的嘛，对吧？啊，你修道修到这嘛男女相要分到这真，安尼哪有你修道？伊讲安那无吼，咱阴暗来困到阵好不好？哦，就招那个尼师讲，既然你无男女相暗，啊无咱阴暗来共宿一宿如何？同齐困一暗如何啦？哦，这个尼师听到这句话，那面都红起来啊！哦，那个满，那个气都安尼，真迄类啊！啊，这个游方和尚吼，看到安尼，唔是就是溜啊，酸卡掉卡掉卡都，哦，啊，伊就抓就走啊，就离开啊啦，哦，啊，离开了后，经过五年后，这个、游方和尚想讲，嗯，伊当初那去看到这个尼姑安尼面安尼足歹看，今嘛唔知变安怎吼，
伊就想讲啊，我过来入去甲看一摆啊看咧，伊就阁行入去甲迄间尼姑庵。迄五年后啊，伊也是啊，啊，内底煞冷冷清清，哦，较早是车水马龙哦，香客足济。